帅，就像你染上那个人一样，别动，你再转回去点，拜托，有点秃那特别帅。我也不秃吧？你不秃，你说的就是。你转过去。好。是不是就因为你长得像他，我才觉得跟你在一起每天都特别开心？那你每天那么开心是因为钱还是因为钱上的那个人？那要看多少钱了，10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，200块钱、300块钱、400块钱、500块钱、600块钱、700、800，那除了钱呢？900，还喜欢什么？1000，吃的。吃的？肉。我喜欢吃的有螃蟹、羊肉、牛肉，还有锅包肉、小炒肉。那除了这些吃的和钱，还行。哇，下雪了！我最喜欢下雪的时候放烟花，这样像过年一样。宝贝儿，太冷了啊！快进来。像一束光，是温热的光，印刻过好多年望着的远方。如果知道了吗？也可以定格时光。凉吗？请别忘记，还有我站在这里。不要这样含情脉脉的看着我，试图索油。我东门是这么容易这么美男计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当然是。小楼啊，难得看你这么真诚，那咱们的合作就确定了啊。章也盖了，小楼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。章也盖了，小楼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。哼。哎，说我们俩这盖完章了，是不是就是确定关系了？嗯。说的特别好，就是确定关系了。起来了，我昨天没喝酒。
这辈子别沾酒了，又多了一笔孽债。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娄总赔礼道歉吧。娄总，昨天他送回来的。以你一贯的酒后作风，你估计是把人给揍了。金牌客服董董恩的人生就定格在了今天。